明明就爸爸过世，然后我妈酗酒，可是我都不敢讲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、很会让我觉得害羞的事情。你就很直接的会跟上帝对话，我说你不是说你会理我吗？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那在哪里？哪些事？我就说你会。就是你的应许在哪里？爸爸妈妈他们以前讲的那些，你的爱是什么？你让我看到。那时候就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要去找二伯，然后要答应他去育幼院这件事情。